今天是10月的17号，星期一，天气呢，是一个应该算晴时多云吧。那很不巧合的，今天刚好一大早看到太阳，所以就发现了有一个非常大，但不是很明显的彩虹，就在我们家的西边。啊，因为东边太阳升起嘛，所以彩虹就会在西边。这是蛮奇特的一个景象。正常我在山上拍到的彩虹呢，都是在东边，很少在西边。那今天终于发现它在我们家的东边，还有飘一点小雨啦。OK，风很大。那等一下我们还是来去巡视一下我们的农场喽。这边是我们菜园植物的地方，种的是我们的韭菜，经过了几天以后，你发觉这韭菜长得非常的好，所以说呢，韭菜本身来讲，它需要水分。哎呦，我一下来，咱们家的鸡仔全部都集合了。OK，我带他们去吃饭了，要不然他们就跟着我到处晃悠。OK，我们来去放粮喽。那今天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国企的花儿是不是还存在？这就是枸杞的花儿还存在。OK，那今年呢，我看可不可以采收多少的枸杞，因为我可以发觉呢，它现在整个叶子都长起来了，很是美丽啊。OK，那这是我们菜园子西边的洛神，水晶洛神。水晶洛神现在已经在开花了，那后面是红洛神那今天看完这个水晶洛神开完花结果，然后我们今年呢最少留种是不会有问题，那明年呢再多种一些吧，因为今年种的不是很好，只存活了2棵。OK，这是我们家实验菜园子西边的状况喽。这是我们的隔翼菌，收成的时间刚好非常恰当，然后在种植的时间也非常好，所以这隔翼菌呢，刚好碰到雨水，所以它发芽的机会呢，可能就会高一点。这是我们的隔翼菌哦。这是我们的菜园子山，首先进门呢就看到了丝瓜，这可能再过几天再来采收吧。今天最主要观察的是我们的芥菜。芥菜真的是损失了一颗，其他的都还长得不错，这边是我们的莴苣，也还不错，希望它能够长好一点。那等到雨停了，天放晴了，我们再来帮它稍微固土一下吧。这边是我们的菜园子二，那我们入口第一个想看的，当然就是我们的四季豆，哇！经过了一天，它长得又更高了。那可能等到天晴的时候呢，还真的需要把它拉拉丝线，让它往上爬了。那第二排呢，花界第一颗长出来的芽了。这是我们四季豆在第二排的第一颗。哦，那边还有一个，应该2颗了。显然这个埋的深度应该是还好，只是它长出来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，看起来我是很满意的，因为这四季豆长成这样，应该算不错了。我们接下来这边是荷兰豆，荷兰豆也不错，只是因为没有太阳，所以没有办法显现出它的长势。过几天太阳出来，它可能它的长势就会更好。前面是黑子，番茄的部分。可能也要找时间呢，来帮它架架竹竿了。因为再不帮它架竹竿，我怕最近东北季风那么强，是不是会把它打得歪七扭八的？这是我们的黑刺番茄，这边是我们刚植的菜苗，甜菜、芥蓝，然后白野菜，然后再来是包心白菜、西洋芹。然后再接下来是我们的罗曼，看起来，每棵都感觉还不错，所以显然还算是成功的。
现在进来的是我们菜园子室，我们先观察的是我们的这个是莴苣，不错，终于看到它有绿色的芽点了啊，那就代表呢它今年呢我这个播种的手法呢有进步了，而且最主要是刚好天气非常配合，那这边看起来不知道是杂草还是我的这个香菜花芽，香菜是有埋在土里面，所以应该有可能是香菜。那这边也有几个芽点，那看起来这边是属于我们的白芹的部分。那当然我们最关心的呢，当然就是我们的黑番茄。黑番茄还好，我已经帮它用绳子固定，所以也还好。那四季豆的部分呢，就要靠它自己，因为这边刚好是迎风面，所以可能会比较难受一点吧，但也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了。OK，这是我们家的菜园子室的情形咯。